喂，哦，大家好，编辑外观啊，突然发现我们Twitch多了一个编辑外观的功能，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，管它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玩这个叫什么？什么《魔灵契约》哦？最近一直打广告，没玩过，来看看吧。来开始游戏。我最喜欢这种商业活动了。Hello， 你可以玩玩看这个吗？好，这样就好。我想要就是在搞一堆有美的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知道前面看久了，开始喜欢看后面了，所以我喜欢《烈日之灾哈特利》啊，哈利特啦，拍谁？差一点就变泥泞了。还有别的，他刚刚讲什么？先听别的，《魔剑猫女》。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什么叫做长得萌啊？你看我们等下前面有都长得萌。长得萌，有没有比我们德里萌还萌啊？我看是没有啦。我的奶很大哎、欸，是有。那个流浪骑士，我不能给你幸福，但可以给你舒服。好、哦，防御力能力强，输出一般，有较强的控制和反击能力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扑克伯爵，扑克公爵。假的，哎呀，眼睛业障重啊！听一听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哎、欸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工伤啊，两个男角直接被踢掉了，再会啦。魔幻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好，所以我们要选一个守护魔幻森林的大奶大屁屁。是这个德里蒙，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哇，我看这个没有比德里蒙还萌，就只能选精灵猎手。魔幻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好，紫焰刀客童恩、董恩、连恩，不会念那个字，不好意思啊。潮汐法师瑞奇尔，怎么这么难念？皎月之剑芝尼亚，有没有什么炫的？来炫一个，秀下。休息啊，很普通嘞。猩红霸者雪伦，还有什么？丽娜，没有那种比较有那个哎、欸，漆黑狂徒波比，谢谢 FSFT 5429。哎，没有那种炫的暴炎之主阿尔瓦，就暴炎之主了。点击这里可以快速进行任务哦。好，点啊，找到长发公主，来找到了。你好，年轻的英雄，欢迎来到魔法世界。别啊，点击一下找雅典娜，自动寻路中。好，最喜欢这一种了，按了它就会自己去做。剑齿英雄前来报道。别紧张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哦。渣渣，别看他萌萌哒的样子，他可是很厉害的。萌萌哒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啊？加薪找刺激，喊出来啊！猪队友啊！报告报告，雷神教官已经等候多时。好，继续下个委托任务。哈？去吧，记得跟雷神好好学习哦。啊，你要遵命啊！你哪不恭维嘞？恭喜你获得一个新英雄哦！我这叫做英雄哦，好不好？这样都可以称为英雄了，想必在座各位，好歹是不是应该还是肥仔啊？哎呦，移动会有一个脸呢、欸，哎呦，是哟是哟是哟，看得我心里发寒哦，有没有寒了没？寒了没？怕？来看一下雷神索尔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雷神索尔，雷神索尔就不讲屁话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游戏最多找女生来配音啊。寻找雷球，接受传承。好，我要来接受传承了，这样就叫做传承，是不是？恭喜你领悟了新的主将技能。好，来找杰克船长啊，管他的，他叫我按什么我就按什么。我最喜欢照着任务标示走了。啊，怎么地上一堆黑影啊，好恐怖哦。七月不是过了吗？哦，这个叫杰克船长，好不好？塞法。恭喜你获得一个新英雄哦！干，可以让我舒服了。流浪骑士突然就蹦出来了，可以不要吗？然后嘞，我们打架了吗？那打架是触碰式的，是不是？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是我抓走人鱼公主的。啊，废话少说。好，它就变成这个石器时代战斗法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哒哒哒哒啊！自动战斗哎，啊，睡哦睡哦，自己打自己打，有没有加速？没有。哎，我快没电，等一下。赫然发现我电量不到一半，哇塞，充个电。好。电量多多，哎，拷问骷髅小头目，哎呦，这个游戏唯一的慰藉就只有这个了，我们只能靠我们的爆炎之主阿尔娃，来再商量对策，就是那种嘛童话风格的这个，中资手游，不错不错。开启公会了，很中国感，一键申请最需要了。逆向所有各位 DJ 出位申请，哈哈哈哈！这么屌，我按一颗，每个公会都接到我的那个申请要求。这是什么啊？武者大宝，他在摇呼啦圈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太丑了吧！他是不是用一个那个很可爱的妹妹的模组放进去熊猫身上？好。我们要去跟杰克船长对话了，再也不边缘了。我们一次跟所有工会发出去，再怎么烂，总是会有一个人邀请你加入他的工会的，好不好 ？AJB13L2663， 谢谢 L 三。我出发，刚破音对不对？学的有八分像。好，刚刚那张地图我都还没逛爽。现在都已经来到第二个地图了，啊，这边是怎样？有没有找到德古拉伯爵跟人鱼公主？不，是王子的王冠给我取来。是我的主人。是我的主人。怎么这么阳春啊？应该说老梗。放开那位公主！不死亮丽。哎呦哎，他们有男性角色。啊，怎么死光了？对手很厉害啊。我们杀。对手很厉害啊，来打哦！还有那个哎，女仆一二号跟二号，好好、哦，毁灭打击，谦卑料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看来我还蛮强的哦。他这个战斗不知道是怎么战斗哎，我只看到他就莫名其妙时间到自己轰出去，结束嘞，没不怎么样嘛。这里有大量的活动任务。哎，人鱼公主没事。人鱼公主的胸部虽然比较小，可是也是会摇哎，自我生命体。老实讲，好，我们又过了。不愧是你们中资手游。你有奖励，点击这里领取哦。好，点了，零，每月签到零，啊零。等级礼包再领，我零。你有新的装备，点击使用吧。我使用，哎，好不好？屌不屌？哎，听到很多声音，可是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看一下，那些说 zero 20514跟什么 WLO818080， 感谢。好，接下来要干嘛？装备形象秀，
30集开放形象秀，看我们这个妹妹这么色情，就要30集才可以看到别的，可惜。全部装备。念了10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好，希望他可以在我们幼儿园混得有声有色。没有装备更换哦。嗯呀，这种游戏是不是专门卖给青少年的、啊？国中生啊，思春期时代看到这个就射了，所以就会想玩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好、啊、也好、啊。这里可以提升主将技能，试下一键升级吧。我已经试了，我最喜欢一键升级了，不让我升了。谢谢汤上0515。OK。射也射够了，接下来点击解锁是怎样？解锁，好，不知道他可以干嘛，随便。谢谢 Fat My Pong。恭喜你获得一个新英雄哦！好，我莫名其妙又有魔剑猫女了。看他一开始选的那个是选爽的，他4个出街职业都会送你。OK。念了10几年书，想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念了10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魔幻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好，是不是？果然我们的这个一开始选的这只，虽然是选爽的，可是选这只果然还是开心一点。将由我来守护。好好好，就给你守护了。我古剑的青春就靠你来守护了。现在咧，现在这样，30集要开放宝宝，65集开放宝宝系统，这么困难？劝说白马王子，哎呦，突然之间劝说拔剑，哎，而且他们上面会一直跳他讲话，其实还不错，比较有实战感。反正全自动战斗嘛，来个讲话会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会啊？那边在大声。好，我们把这打死了。还有一个会，好友是什么？魔灵助手邮件，欢迎入会。我们加入吃饭局了。哇，我现在也只能笑啦。天呐、啊，领取一个处女座的祝福吧！欢迎加入痴汉俱乐部工会，祝愿你在新的工会里与大家相处融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跟你讲，再怎么边缘，再怎么没人爱，再怎么肥，你按这个一键入会，果然还是可以随便加入一个，就算他是痴汉俱乐部，总比只有一个人好。整个工会的痴汉，总比他妈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痴汉来的快乐吧！采集金苹果。这是谁啊 ？Party Go， 哈哈哈哈，这是 Party Go。好，就算加入了这个痴汉俱乐部。哎呀，白雪公主出现了，又要打架了。嘟嘟嘟嘟嘟。白雪公主长成这个样子啊？为什么现在的就是要炫泡一点都必须要有翅膀？你叫趴吗？哦，我的那个蛋还蛮会打的。公主不要这么激动啊！听我解释啊！拿火球轰到她脸上面，还轰4颗，爽！如果童话故事都是这样演的话，想必到现在还是会继续红。剧情也是乱七八糟，不管，继续往前就好了。哦，我发现很多痴汉俱乐部成员呢，有看到？我整个痴汉俱乐部成员都聚集在这里耶！哇塞！哦，边缘人集合成员有没有？再怎么烂，至少还有一个边缘人集合成员。还好我不是边缘人集合体，我是痴汉俱乐部的一员。
哼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厉害。再不追远啦，有工会啦，太爽了吧！人鱼公主，是不是你拿了王子的皇冠？哈哈，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皇冠是我拿的，皇冠是我拿的。恭喜你获得一个新英雄哦！长得萌可不是假的。哎呀，眼睛业障重啊！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尴尬啊？配音员好辛苦哦！要打架了，只要他能幸福，然后一个绑头巾的猫，虽然很痛，但我会坚持。看我们流浪骑士，吃汉俱乐部。哎，谢谢我们吃汉俱乐部的一员，看来你也是哦。同盟国，独比，鹰击长空。我们的流浪骑士一边砍人一边喊，虽然很痛，但我会坚持住了。是他心在痛，还是他一边砍人一边说自己痛？哦哦哦哦哦！哎，还蛮屌的嘛。好了，我们又过了。太简单了，那听这个杰克船长讲个屁话，剧情真的不怎么样。好的，点击解锁，解锁，厉害哦！这边会一直有宝箱啊，我们可以一直解锁它，是不是？它越强的那个解锁越久，就会有那种一键解锁。我们要花点台币吧。好，来搜查人鱼的踪迹。哦，人鱼的踪迹长这样子啊，真的是一张人鱼的踪迹啊！找出粉色企鹅。哦，我现在变成这个是什么？干，还我大奶宝！我连左上角的那个头像都变了，因为被聊天室挡住了，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。我看到粉色企鹅了。好，又看到人鱼公主了。公主为什么要这样？只要拿到王冠，路西法就会帮我把鱼尾变成双腿，这样官方王子的心里就会只有我一个了。虽然很凄美啦，可是没办法，替人家砍。竟然欺负女人！哈哈哈哈！舍命攻击，哦，不愧是我们舍命攻击，直接把人家劈死。剩一只了。毁灭打击，然后又创造四颗那个火球打人家脸，奇怪呢，明明是一个弓箭手，我从刚刚开始一直在放我的法术，哎，没有问题嘛？烹饪变身，下面会一直有一个那个小兔妹跳出来跟我讲说要干嘛要干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真相，剧情真的是不怎么样。痴汉俱乐部成员。我只是想和王子在一起而已。王冠终于到手了。你教唆了人鱼公主，太可恶了！你，那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那你就亲手来了结这个痴情的男人吧。杰克好烂哦！哦，没有，他是变成黑暗人鱼了。我原来他是把人鱼公主变成坏蛋，我以为他是把那个把杰克船长变成坏蛋。水流龙卷，好啦，加油啦，反正这个一定赢嘛，我一边挖鼻屎都可以赢。啊，房还放 buff 嘞，何必嘞？死了没嘞？要多久？嘲讽，贯穿一集，有了有了，我终于射了。我这个奶妹，玩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她射出来。念了十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哇，她一边讲一个毫无关联的台词，一边叫出了马在冲出去砍人家。这样有很好笑吗？是没有啦，我觉得很诡异。好了，又看到我们这个雅典娜，仔细看雅典娜其实也会摇。这游戏的每一个女性角色是不是胸部都有自我生命体？
就是大脑跟两个胸部是分开来计算的一个生命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扑克将军，又看到扑克将军了。一定要守住。我们上。我们上，一定要守住。啊，所以嘞，阻止糖果公主。好，跑来跑去，糖果公主长这样子。你看他仔细看他的胸部也是会动，他总是那种比较懒的，比较懒的胸部就会像刚刚那样子，虽然没有在晃，但是仔细看他一样是会动的。然后我们说我们糖果公主胖，他就气了，而且死掉的怪会直接变成黑白的躺在旁边，跟我人生一样。尸扑吞噬，要知道是补血剂吗？你看毁灭打击又来了，不要怕，糖果公主，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！拿火球砸他的脸，这样。好，又打完了。他每次打完之后得到的东西很多，哎，几万几万这样跳，真是感觉很普通。收回扑克之心，好的，我们有扑克之心了。他交给这个扑克将军，就在旁边而已。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嘞？来了来了，节日限制礼包，优惠礼包，限时抢购。我看看，哇，只要半价哎，原价790，现在只要395，买不买？我是你，我就今日不再显示。好，来看糖果国王。这些都是玩家嘛，也太丑了，他们都选那个什么假的。什么眼睛业障重，哇，超尴尬哎！选这种东西也很好玩吗？啊，这个糖果国王不屌我哎！有了有了，阻止糖果国王，阻止糖果国王。Hello， 啊，有了有了来了，哦，十只哎，二批色哎，好丑，哈哈哈哈！一整坨二批色的怪。竟然欺负女人，苏打粉融化黄油，虽然很痛，但我会坚持。哇，一边用火烧自己，一边这样讲，太有心了吧！我发现我的奶妹也是这样喊，而且对面有十只，他们可以动十次，可恶！我们的懒蛋没什么活力啊。圣光涌动，猛烈射击、哦。我们的那个魔剑猫女拿的是那个枪剑。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真的很诡异耶，为什么他的攻击台词是这个样子、啊？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这样子还可能还有一点，你知道，有点意义。然后一边讲一个没有意义的台词，一边冲出去，有点类似，有点类似。哎、欸，不对呢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刚刚开大绝的时候。喊的是这个背景音乐，可能还比较有点劲儿。啊，星光鸟，这样就算挥一剑，我都觉得很厉害了。好，我们拿到两颗扑克之心，啊，又被收走了。扑克之心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。啊，路西法好爽啊！和你们玩玩吧。嗯，啊，我们不就从头到尾做一堆白宫，做完之后全部给路西法收走，何必耶？这样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好丑，天哪！我要上 buff， 破邪魔斩，闪烁。打得赢啊！有，又是毁灭打击。
这张奥义是他放的还是我放的？看起来是对面放的。念了十几年书，又来又来，又这张，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念了十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明明奥义叫做写轮破天，结果他喊出一些就是跟角色相信不怎么搭嘎的台词，而且还蛮多人选的。天哪，这个奶妹明明最可爱，不选笨。哎，会选这种的，一定都是国中生或高中生，情窦初开，还在思春期。明明很喜欢妹妹，可是又觉得太裸露，很变态，不敢承认自己。像我们这种选奶妹的，一定至少都超过25岁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小学生就会选那两个男的，觉得很好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你看，你这样走过去就知道这游戏的主要客源在哪里了。又是国高中生，来来来，国高中生出现了，明明是那个四天连假，可是却没什么朋友约他出来，就长这个样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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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到处都是那个什么猫女，什么魔界猫女还是啥晓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成年啦，我选奶妹，我喜好很简单，有奶我就选。差不多这样，与扑克将军一起调查。我们又要去调查他，又要去破坏墓碑，破坏墓碑说不定又会给我们什么超级火焰。那得到火焰之后，路西法又出来把他干走。打开木箱，蘑菇怪，那蘑菇怪太丑了吧！天哪！追击路西法，开这个，我开这个二星宝木好了。愤怒魔王，就让他来陪你们玩玩吧。好，我玩，我玩，这个我一定玩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别再哭腰了。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你看他们的那个，他的那个大头，你看这个蘑菇怪，好不好？奶妹这么棒，将由我来守护。看到蘑菇怪，天哪！魔幻森林，假的！哎呀，我黑五哥，业障重。看我这情愿选蘑菇怪，我也不想选你，不好意思啊。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，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魔幻森林，长得萌来守护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要。小精灵不足啊，这个要生，这个要靠小精灵生，是吧？啊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强化的、啊？我觉得我自己好弱、哦。变身、烹饪、啊、烹饪、烹饪，哦、啊，变身卡制作、啊，等级10才可以制作，我等级10了吧？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按的？啊、领取奖励，哦，使用，还有什么奖励？等级礼包领，这个我一定领啊！哎，使用啊！魔界猫女装备了什么什么？装备了什么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长得萌，装三小不是好欺负的哟。不行啊！森林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哟。快！魔幻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看这个怎么搞？我想要给我的奶妹穿，我不想要给他们穿。这个是什么？处女座背包礼包。啊！我要怎么开？开啊！干！有点困难不嘞？哦，有了，好，得到一个包了。棒！追击使用。长得萌可不是好欺负的。魔幻森林。领悟技能追击。追击，确定。啊！吸血被替换，干！我要吸血。干！李老师，我比较喜欢吸血。爆了！然后我想要升经验值，他跑去升蘑菇怪，真有个靠背。魔幻森林将由我来守护。好好，就蘑菇怪，打魔王吧，受死吧！
明明叫做愤怒魔王，可是被人家那个当做小弟在挥耶。奶妹一边被人家砍奶，一边说：“就算再伤痛，我也要坚守住。”没想到选出来这个奶妹蛮变态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毁灭打击，我就尬意。有没有我们的蘑菇怪屌不屌？死掉了！美少女娜娜，我死掉一个蘑菇怪之后，突然蹦出了一只美少女娜娜。怎么会有个美少女娜娜？太娜了吧！看来我有点低估你们了。是有点低估啊。真正的地狱吗？啊，怎样？愤怒魔王会变成超愤怒魔王，很愤怒魔王。我看一下。哦哦哦哦，有，这有很愤怒，我觉得这样棒。这样帅多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溶解，可是我还是只会毁灭打击，然后喷四次火焰球。就让他打吧。涌现的力量出来吧！蘑菇怪其实很强哎。蘑菇怪打下有77耶。念了十几年书，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。听久了开始觉得很好笑。血翼转化，他的密钥叫做血翼转化。然后嘞，死掉嘞。我看你的血翼转化是转不了什么屁哦！竟然能击败愤怒魔王，有两下子，但已经太迟了。出来吧，黑暗之门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我其实不是很懂嘞，这个路西法是很烂，是不是？他怎么不干脆直接把我们劈死就好了？在世界频道发言了。好，我30等了，好快哦！我可以换图，等一下，我一直记得他们有要我帮忙曝光一些什么东西，我看好像就是这个。空间。把心情记录在空间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是哦。第一次玩，大家安安，欢迎，感谢，请多指教。哇塞，有朋友了，还可以设定地区哦，台湾，用新北是女，生日一九几年，比较像美少女啊，1950好了，1950比较美少女的感觉。几月生日是比较可爱的女孩子啊？99月，哇，最大12，那就12月吧，好不好？12月出生最可爱了。保存，好，保存了。个性签名，怎么样才可以打入我的个性签名？来，我马上来签给你们看。我是男的 ，OK， 输人不输阵。就算我们头像上面是一个女的，我65岁啊，不行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年纪大了，年轻一点。美少女都几岁啊？16对不对？2000年出生的吧？哇，这样才15啊？没有，现在是9月对不对？那我8月生就可以了吧？有了，变16，变美少女了。变美少女了，是呀！发动态，大家好。发送图片吸引更多目光，想要存取我的照片，但是不要啊，想存哈，我一些裸照都要晒出来了，不好不好。那怎么办？我看一下，最热
首页最热，好不好？现在最热门的是这个，变凉了，大家睡觉不要踢被子。天使之翼发的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天使之翼，美不美？美不美？看起来像在蜥蜴区啊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很多人按赞，我也按一下赞哦。我都不盖被子，如果美是一种罪，你以罪犯滔天。我们王者巴顿说的、啊，王者巴顿说的、啊，不是我说的、啊。有问题找我们巴顿啊！来看一下，头发乱翘的汉子。太乱翘了，攒很久。好，真的是太乱翘了，没有办法看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等下，我是新手哦，不介意的话，请加我好友，还是学生，所以我只有晚上才会上线哦。这是什么 ？Love 小平。哎，看到 Love 小平了，爽了没？爽了没？这照片太小张了。还有什么？有没有很多？有没有灵魂煞星席梦娜？有没有？还有投票，投票！现在投票看的不是实力，看的是人脉了。人脉好，你票就多，有没有？投他一票，投他一票。我是你，我就投了。狂暴霸者玛利亚出现了，出现了！狂暴霸者玛利亚，谢谢大家。他头上还有一，不知道什么编号。性感俏护士，工会叫做性感俏护士啦。好多妹妹哦，应该是因为这是热门吧，热门所以才会看到很多妹妹吧。哎呦，干这个妹太小张了，不行啊。好，看爽了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就是原类是交友系统。嘿，啊，然后嘞，如果按这个猫咪舔一口的头像或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ID。还可以私聊邀请入队、屏蔽、切磋、举报、赠送邀请入会、加为好友。比方说，你很喜欢这个猫咪，咬一口、舔一口，要按这个添加好友，好不好？中秋节好想烤肉儿，我们看一下猫咪舔一口，长这样，太小张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小张啊？真奇怪。丁娜娜还可以看到丁娜娜，杀父换得全家福，搞完魔术师，我。好不好？我搞完魔术师有按丁娜娜赞赞赞，可是我们看不到丁娜娜。啊，有看到丁娜娜，好不好？搞完魔术师说赞，哇塞，好，你怕 ？OK， 那来看一下接下来干嘛？好、哦。自动侦测你说的话进行字幕翻译。哦，他说有一个世界频道可以讲话，这个是长按进行发进行录音，哪里？哪里可以进行录音？啊？他这样一直吃我的麦克风，我的声音会换掉。啊，我要怎么样才有麦克风？哪里？这里？这里？喂，喂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年纪大了，连这个麦克风怎么用我都看不懂。有人看得懂这个聊天室怎么用吗？我看这游戏的重点，难怪它的剧情这么阳春，原来重点是放在交友上面了，不错。左下哪里？这个吗？喂。有暴言之主阿尔瓦讲话，讲一声喂，我们听听看。哎、欸，暴言之主阿尔瓦，世界这个，喂，大力，有听到了吗？喂，有听到我自己喂了。爽哦！刚是不是听到维大利还是网上啊？网上才是那个，网上才是新的。你看有人讲话，维大利哦，睡梦罗汉先生喊了一声维大利耶！哇，你好幽默哦！喂，哦，大家都在喂，哇，好爽哦！按住说话，嗨。
啊，怎么变他爱？我说我妈明明跟人家打招呼，变成叹气了，太靠北了吧？我只想跟大家交朋友，可是系统直接把我变成好像很看不起他们一样，哎，我鸡巴哎！空大小，怎么办？我只是想要跟大家交朋友，可是系统把我变成很鸡巴嘞，那边老大安安哎，可是谁是老大？哪里啊？怎么办？这是谁？三秒哎，你讲好多话哦。What's up, guys？ 他应该是想要讲英文的 What's up, guys？ 结果变成哇塞了，然后那边我老大的屁股大，哎，到底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这游戏啊，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交朋友啊？天哪，太好玩了吧！我用打字的好了，打字的比较浅显易懂。那个妈，系统侦测不会靠背我。大家好啊！语音系统会乱翻译，很难用。好。有没有暴言之主阿尔瓦如是说？了不了，了不了！美少女娜娜要讲话了，我们听听看。还在 loading 啊？看一下美少女娜娜的头像好了。我是说卤蛋安安。哎呦，他，哎呦，在跟我打招呼吗？有朋友啦！谢谢大家，我突然之间有朋友了。快跟美少女搭搭！哇，太激动了，难掩我心中的澎湃，语无伦次。快，静下心来，好好回应人家美少女娜娜。啊，美少女娜娜安安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都屌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突然之间就有朋友了。什么什么力格啊？攻沙小啊，因为不知道他攻沙小，只要当作没听到，太好笑了吧？怎么有人在洗屏啊？滚啊！太爽了吧！有朋友哎、欸，好，这个可能也是观众哦，剑气走全身哦。你能不能看到剑气走全身的空间？可以耶，空空如也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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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看我们美少女娜娜，看一下空间多美，是不是？有中秋节快乐，主播双子座女汉子搞笑笑话，哈哈哈哈！醒醒，巴伯斯，人家一定是用变声器，用变声器我也 OK 啊，至少我不再没有朋友了吧？对不对？我是你的 fans， 是不是？就算是变声器，我也接受了。哎，干，没有录到。啊，感谢感谢，是不是？就算他妈是变声器，我也接受了，太爽了吧！有朋友了，有朋友了，好爽哦！今天工商又交到一个朋友。谢谢，这怎么念啊 ？Creed 什么什么 Stay 的，谢谢 Stay。还有刚刚是 Happy Henry 760跟他妈有够大声，闭嘴。还有 Kata 330490跟 Zukua 啊，还有 Ben 0514，感谢感谢。耶、yeah, ，有朋友哎、欸，好爽哦。好啦，我们再看看他接下来到底要干嘛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。欸，这是什么？确定。好，我得到了十点灵气，有小气，天！我再看看还有什么活动？活动要看日常任务跟活药哦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很传统吧？这么传统，你还有介绍？
哎，答，这是什么？你想找到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吗？由工会会长来发放的工会礼盒需要消耗什么来领取？工会贡献。我干，太聪明了吧！虽然我没有玩过。好，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是白宫、故宫、爱丽舍宫。你别在白宫吧？干，结果是故宫哦，故宫有这么大、哦。人体最大的细胞是卵细胞。我干，哇，聪明哦！天哪、啊，我突然变生活智慧王哎。地下城中的装备兵团主要掉落什么奖励？装备兵团装备，是不是融会贯通？怎么这么聪明啊？碳水化合物是指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干不对，是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鱼鳞能视鱼鳞，鱼鳞上的一圈是表示一岁。干。功夫茶选用的是以下哪种茶叶？功夫茶、清茶。看，我喝清茶长大的，这么聪明。奥运会旗是五色环旗，其中黄色代表亚洲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黄种人去到世界上哪个地方都会被人家歧视，所以我们就会是黄色的。这样懂了没？来看一下。地球从地面到地心可以分为三个圈层，分别是地核，有地核了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小红帽是哪本书中的人物？伊索寓寓言、安徒生童话、格林童话、格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连续抛九次硬币，第十次出现正面的几率是多少？50%。干，这要看你有没有受到一些诅咒之类的。如果你生下来呢，就是一些比较厉害的种族，你可能抛100次，反过来都会是死神的样子。啊，不过我不一样。看一下，拱手而立，表示对长者的尊敬。一般来说，男子行拱手礼时，应该你不要在外，不咧用什么拱手礼啊？来，右手在外，好，随便，我不会。竹子属于哪一种植物？竹子哦，我没在吃啊，我问藤本，哦是草本啊，白谁啦？不知道聊天室有哪位大哥是吃竹子长大的，知道它是什么本植物？热传递的方式有三种：传导、对流和扩散。哦，是辐射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连太阳都不怎么晒了，我怎么知道它怎么传导的？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是哪一条？苏伊士河、巴拿马运河跟中国京汉大运河。巴拿马，看我们中国这么大、哦。名著《西游记》中，车迟国国师都是什么妖怪变得狗？是虎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到狗就想按。名著《西游记》中，狮蛇岭三兄弟分别是什么动物变化而至？豹子是青狮，所以呢，豹子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到豹子就想按了、啊。以下属于古埃及的是金字塔、东京塔、埃菲尔铁塔，一定是金字塔。我昨天才去金字塔大逃亡过。以下属于古埃及的是鱼身人面像、人身马面像、狮身人面像。好，会。属于古埃及的是水乃伊、木乃伊、土乃伊。我怎么看都是木乃伊，可是我却觉得土乃伊很想按下去。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数到三我就按图乃伊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指比较肥啊，按错了。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斩的是哪六将？白痴哦，这上面没有六将啊，上面只有三将啊，一定不是华雄，我看就是颜良，不对，应该是孔秀，死吧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边还有啊，文丑、成和、韩福啊。砍死你干！庞德跟王直怎么看都不像被我砍过，我砍死你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砍的是王直啊，抱歉、啊，王直是废物，连我被我砍过我都不知道。遥想当年，真三国无双四，其中一只到底是什么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随便。名著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师徒与车迟国师进行斗法，项目为 A。顺藤摸瓜 ，B 砍下头颅还能接上 ，C 吃着碗里的看着碗里的砍下头颅还能接上，
最会砍了，开玩笑，开膛破肚，开门大吉，开门见山，开膛破肚，会不会滚床单，滚这么毒子，滚油锅，哦，哇，太会了吧，好不好 ？B， 生平无大志，只求有个 B， 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鲁文文的智力测验，拿到一个 B， 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自己蛮会的。谢谢 Clumsy5569， 来炫耀成绩，世界频道炫耀成功，你的成绩发到了世界频道，屌不屌？看看我，看看我爆炎之主阿尔娃，我在这次科普答题中取得 B， 怎么这么会啊？好不好？我看你们应该是不肯超越我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？等级礼包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三折哎、欸！原价24，那啥使用？原价240，现在只要72块。我是你，我就按叉。屌不屌？好了，玩爽了，52分钟了，接下来要干嘛？也没什么事了，跟人家聊天吧。我们来看那个变声器。变声器不知道还在不在？这是什么？昏桃卖卵蛋，叫杰昏桃卖卵蛋，屌不屌？点击踩扁，快到我的攻坚踩我吧，有机会拿到宝箱哦。我看，好，我们加进来这个 EELLYY 的空间之后，我要怎么按踩扁？单身狗，机械健身，狮子座，搞笑，22岁，高雄市，原来南蛮入侵啊！不好意思啊，现在看一下我的空间好了，我空间有没有屌？不是这个啊，我要看我的空间啊，不是这个啊，我说我的空间啊，靠北啊，我要怎么看自己的空间啊？标签有了，萌萌打，无厘头，中二，害羞，活泼害羞，哦，最多5个是不是？来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要怎么样才可以塑造出一个可爱的美少女呢？害羞应该要有吧。特征，美少女都选什么啊？还在游？啊？怎么还在游？青蛙哦，怎么会游？美少女是不是都喜欢叫自己大叔啊？我常常看到，哎，这样子比较可爱吧。好，兴趣要什么？可爱的女生都在干嘛？下厨，没有下厨吧？笑话、军事、电影、网购、逛街就对了。行业，可爱的美少女都做什么？学生，干，不二选，一定是学生。运动好不好？运动，美少女没有在运动了。星座。美少女通常都选星座，什么星座的女生可能可爱一点啊？不爱做，这太中二了。没有东西可以选欸，我唾弃你的坟墓，保险套，艾蜜莉，下面刚跳出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我顺着就念出来了。水瓶座吧，水瓶座听起来很可爱。好了，掉。现在我们突然之间呢，左边就有这个了，有没有？就有这个，标签，这样比较像个美少女吧，像个16岁的。好，这个我一定好。打开。30秒就开了，开。世界频道在哪里啊？这个吧，世界。好，真女友，油条是真女友了。这油条是那个油条吗？不是吧？如果是，我一定笑死他。我们大麦线。哦，美少女娜娜讲话，哎，听一下。还在油。怎么还在游？你要呛我胖吗？妈的！好，我要蛮稳稳的，嫩。
学人精没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未读讯息三条，大概就这样吧。要多久？56分了，我们还有四分钟要混。这四分钟来干嘛？游戏好不好玩啊？雅典娜的祝福，好，我们得到一个雅典娜祝福。三重波多野结扎。今天也过中秋节，祝鲁王今年实况顺利，我死去啦。哇，你一边诅咒自己死去，一边祝我顺利耶，你要用你的命来换吗？不好吧？而且我画面上面显示的是波多野结扎耶。让波多野结扎也可以给你一点祝福。好友，陌生人添加好友。哦、很多人申请好友，哎，生生生大奶缸、企鹅酱、寻梦之源、梅尔埃、红树林大战黑森、巨蟹座暖男，有没有？你看这巨蟹座暖男，就是他说他也是选那种奶妹。哦、哇，首次增加好友，有成就哎，我多加几个看会不会多一点成就，没有，烂。好友在哪里啊？这游戏是可以看好友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好友。限购是什么？哦、中秋礼包啊。好，差不多了吧？要结束了吧？退取茶桃，飞客退取，怎么这么多退取啊？这应该国中生吧？你知道国中生的时候呢？都会喜欢把自己的音乐放得特别大声，希望大家都听得到这个音乐有多好听，但实际上非常的扰人，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做，好不好？我还可以给爱心呢，好酷哦！看一下世界频道，世界，好啦，我看我们这个美少女娜娜这么不要，这么有自信。给你一个赞，赞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哎，还要怎么样才可以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啊？表情回复，举报啊！不好意思啊！怎么样才可以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啊？还是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私聊赠送哎。赠送，请选择赠送物品号，鲜花。哦，我汉堡哎，干要送汉堡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好啦，反正我也不会再开了，送你汉堡啦。我自己做的。热量2000，打成20000嘞、欸！啊，无所谓。好啦，反正我不会再开了，送你汉堡啦。哇，人真好哎、欸！我把我最喜欢的汉堡送人，是不是？还有我最棒的热量，全部送给你。感谢。好，我们刚刚这个是波970930跟 Clans Rain。感谢。好的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跳到别的东西啊，太靠北了吧！工商结束的瞬间跳出来洗存在感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吧？好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我们。魔灵契约哦，我看它主要的重点应该不放在游戏性上面吧，主要放在交友上啊。好，那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看，我们在下礼拜天25号，赶快再跑一次吧。如果厂商刚等一下没有跑，就是你知道，靠腰我就好了。送我花，干、哦、太不要脸了吧！没有花啦，没有啦！妈哟！
汉堡不错，贪得无厌。好，在我们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中呢，差不多该结束了。之后有机会再跑跑看，如果厂商没有禁止我继续玩的话。好，就到这边，晚点再看看要干嘛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